大家好，今天是6月23号，就来又到期指结算了。下个礼拜二或礼拜一到，那些人将会开始积极地转仓了。其实可能今个礼拜五呢，就是听日呢，都可能会有嘢搞的了。大市方面呢，整体的板块就升一半跌一半。汽车是主要受到追捧的板块，第二个是地产。地产呢，我已经之前有提及过了。其实阿爷要推经济呢，是一定不离推汽车和地产这两个是板块方面的。因为汽车会带动到大致上有30个至50个行业，地产也带动到30个至50个行业。具体带动多少都不知道了，因为呢现在车也好地产也好都有很多种的服务，即是所谓的双倍服务，譬如好像地产的话，以前哪里会有家居设计的，现在是有了，是不是？汽车的话就一定会要怎样要买保险，以前呢起间屋的地产的哪里会有这些山泥倾泻保险，现在又不是，那就会有的嘛。变成就很多种服务是随之而来。无论怎样也好，我们看到基本上是个市是叫做好一点不好一点。在整体的是期指的表现来看，我们看到始终还是在这里的保利加通道的中轴这里是上上下下的，是这个移动的。变成又出现了有所谓升一日跌一日这样的情况。这样的情形是不好养的，是绝对不好养的。为什么说是绝对不好养呢？你打横行，即是这上面高位嘛。如果你这个打横行的话，当你这些低位一路拿上去之后，你高位你拿了之后，你这个就变成低位了，你就会拉低了这里。因为我们现在这里有这里很低位，好低位加高位加埋，咁呢个攞中间位。第时有呢度中间位加高位，你呢度低位攞埋，你就会低咗位㗎喇。保利加通道中轴呢个係20天嘅平均线。所以我好简单数20日得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嗱，就以呢一日嚟到计算。咁如果再遲啲嘅話，呢度你呢度如果唔升上去呢，咁呢度打橫行呢，呢度聽日就會高咗，加埋落嚟之後呢，你呢條線呢就會可能有所被影響啦。以前唔係嘛，喺呢度嘛，所以呢點呢，我哋記住呢度同呢度加埋，咁個中間喺呢個位囉。即係如果呢度同呢度嘅話，咁嗰條線就會可能係上少少之後，跟住你唔再行嘅话，就会倒下，就会跌翻落嚟啦。所以這個呢个咧，其实我睇到嘅线咧，基本上我系咁睇。咁今日要推介嘅咧，地产股啊嘛，地产股嘅时之中咧，咁啊梗系要推介就系地产啦。地产嘅时中，中国海外王牌啦。点解王牌呢？冇踩红线，乜嘢都好。咁而家佢嘅係市盈率咧，大概係5.7倍，5.57倍，周息率咧有5厘幾嘅，好過美國嘅係呢個嘅係30年國債息，咁因此咧可以有得去諗一諗。另外，大行俾佢嘅評級咧係二嘅，咁啊1至5就係大行俾嘅評級。咁5係最差，1係最好，咁而家係2，即使係中上偏好。喺呢個嘅係中國海外嚟講呢，喺呢度呢兩日前呢，佢係已經係升破咗上嚟呢一度，係升咗保利嘅通道嘅中軸。現在佢建出咗係大致上係1個月以來嘅係新高嘅。咁大行俾佢哋嘅係未來嘅3年嘅盈利估測呢，就係3.61、3.707同埋3.89。而派息呢就會係有1.03
1.06仙和1.1毫1，因此是基本上一个可以寄望到有增长的股票，现在可以吸纳。咁就因为佢而家可以係开始尝试緊呢个一个月嘅高位上面，如果突破咗之后呢个阻力嘅话呢，就是24元呢个阻力呢，咁我哋就将会搵得到呢，佢就应该可以挑战起26.5，大致上係呢个嘅水平度嘅。咁啊止蚀要等起22元，22元呢大致上就保利加通道嘅中轴係21.9。咁22元就是呢个水平啦。第二隻要推介嘅咧，就系同汽车有关系嘅，就系浙江世宝。浙江世宝呢几日都系有资金流入，今日资金流入特别多，咁样已经而家半昼咧已经多过咗琴日噶啦。咁我哋睇佢嗰个系股价图方面嚟讲咧，走势系十分之好。嗱，佢系冇盈利預測，亦都冇呢個係市盈率，因為佢冇派息，冇賺錢。咁之但係由於佢汽車方面係受到咗國家政策嘅支持，因此咧，佢而家差唔多已經見出咗係近住1年嘅新高噶啦。現在呢個位，我哋要睇翻就用翻個月線圖嚟睇下佢。現在呢個位咧。現在呢個位就去到呢度水平，咁就已經去到係舊年係6月咁上下滯噶啦，近1年嘅新高啦。咁因此，如果佢係上破咗呢個阻力位嘅話咧，佢應該上面就可以望到去咧，大致上咧係首先第一，我睇個阻力位係3.2仙呢個位。佢如果升破呢個之後咧，咁上面望得個位咧。就会高啲噶啦，就会去翻之前呢啲咁嘅水平，去到5元啦。咁暂时唔好望咁远先啦，望住3.2先啦。咁样如果系上破咗2.63到嘅话咧，系可以卖噶。而家暂时2.53到，即系仲差1毫子嘅升幅就可以卖佢。咁止蚀位就等起2.1。咁啊，再跟住之后咧，佢呢度差唔多1年新高啦。咁所以咧就可以系，因为佢咧主要系做呢啲。汽车的是即是这个方向盘的这样东西的，那这个比较上面呢可以去考虑。再跟着另一只要推介的呢就是华润资源，华润医疗。华润医疗呢在今日呢资金流入是颇多的。那在股价图上面的表现呢，我是看到它将会就是这个这样。这个是见出差不多是6个月的是高位的了。那这里我看看就见出差不多6个月的高位的。在这点呢，我们看到如果它这个再突破上去，其实现在已经突破了的了。上面应该可以望到去6元，就是超了这个范畴的。所以基本上就可以是现价去吸纳。它自己本身的市盈率呢是11.3倍，息率有2.68厘，而大行比的评级呢是2.67的，就是1:5，是这个的标准，1是最好，5是最差。大行比它估计未来那几年那个是盈利的看法的前景呢，就以人民币计价是3.6毫、3.8毫和4毫子。而派息咧係有毫一同埋6仙，咁啊睇佢咧後面咧係比較會差少少，不過嚟緊呢2年都係有呢個係盈利嘅增長，而呢個係阿爺方面咧，對於好多嘅中藥咧等等樣嘢或者醫療方面咧嚟緊嘅投入都係會多嘅，咁因此又見出6個月新高，大家可以如果有興趣可以考量一下。咁啊，現價可以吸納，上面望6元或者以上，阻力係喺5元到，咁啊止蝕位要等你4.5。投資係有風險，係需要獨立思考。